大家好，我是茶煲太太 Rene。 身后这个这么漂亮的打卡位呢，大家是不是很有兴趣想知道我现在身处在哪一个位置呢？其实呢，今天就跟大家来了 KLCC 黄金地段看一个贵重物业，我们现在一起看吧。今天跟大家来看这个地方呢，是位于 KL 市中心的心脏地带，隔离就已经是双子塔，远望还可以见到吉隆坡观光塔。整个屋苑有三个 tower， tower 1和 tower 2在上年度已经陆续交紧锁匙入紧伙了。至于 tower 3是一座由 escort 管理的服务式公寓来的。至于共用空间和环境设施，其实都挺 deluxe 的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今天我们看这个 Star Resident 的位置，正正就在 KL 市中心的心脏地带，周边商场林立，步行距离就已经去到商场了，而且交通系统网络也都相当之发达， LRT、MRT 全部都有齐。而在这里去吉隆坡国际机场大概四十几分钟车程左右。其次，周边的生活配套也都相当完善，有医院，有国际学校，也都有休憩地方。步入屋苑的大堂就好像入了酒店的 lobby 一样，这么有 feel 的环境，一于呢就跟大家去到 facility 的位置八卦一下先。一出 lift 后呢，两边的墙身全部都画满七彩缤纷的壁画，而且还有些鱼翅，感觉相当之 relax。这里的泳池是一个五十米的标准泳池，虽然呢坐落于三座的 tower 的正中心，但是采光度都十分之足够。这里的 dream room 真的挺大间，有齐晒不同的基本设施，跑步机、踏步机、楼梯机，还有不同的器械，真的想玩乜就玩乜啊。而且公共位置都有不少的绿化空间。这间 entertainment room 真的啱晒一班老友来聚会 party 啊！咁多嘢玩，真的大人细路各自各精彩啊！而家就同大家一起上到呢座大厦顶层的空中花园位置。上到顶层，除了望到 Tower 1和 Tower 3这个顶层景观之外，还可以望到这个靓景啊，是不是很正呢？ Tower 2和 Tower 3都是58层，加上个空中花园，真的令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。明年呢应该这里呢就会开多个 launch， 就是一个 star pub， 那就可以呢 open for public， 大家都可以上来一个这么漂亮的打卡位拍照了。
虽然而家就未开业，但系里面已经装修得七七八八，一于入去八卦下先。好啦，而家咧就嚟咗55楼，55楼睇一个单位先。呢一層 penthouse 嘅樓層咧，其實得好少單位嘅啫。咁以我所知咧，一層大概有5個單位左右啦。好啦，而家好心急啊，要入去睇下咩環境啦。位置啦，咁咧，以我所知，呢一個單位咧係有分乾濕廚房嘅，出邊呢一個係乾廚房啦，然之後入到去裏邊咧，會係一個濕廚房設計。先看主人房啦，我哋去。其實主人房一樣看到 Twins Tower 噶。主人房的空間很大之餘，仲有一個 wardrobe 嘅房間。睇埋另外幾間房先，咁出嚟主人房隔離咧有一間房間，咁就絲絲正正嘅個 size， 亦都係已經做咗衣櫃啦、冷氣啦，亦都齊曬。去到屋嘅另一邊就會係一個好似呢一個叫做書房啦，因為佢係一個套門設計嘅房間嚟嘅。再入到裏面仲有兩間嘅房間，因為呢一個係四房設計嘅。其實每一間房嘅窗户咧都係非常之光猛同埋開揚嘅。所以每一間房嘅光線度咧，采光度係相當之高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繼續睇埋其他單位先。由於呢個單位真係幾大㗎，成2900多尺，一於補翻個 floor plan 俾大家了解一下。邊下邊拍，講到我口水都乾埋。落嚟 Sales Gary 飲翻杯水先，然之後再影俾大家睇。好啦，而家咧就過咗嚟 Show Uni 呢個位置，睇呢個一加一嘅，大概係800個 square feet 嘅，800尺。好啦，入去睇下先。睇埋呢一個一房單位，係700尺嘅一房單位啊！好，入去睇下先。
話咗俾我聽，原來咧呢兩個 show unit 嘅設計咧，都係 Tower Three 裏面嘅 Escort 嘅標準設計。即是話咧，以後咧開咗幕之後咧，大家嚟住 Escort 嗰邊嘅 service apartment 嘅話，就會係呢一種設計噶啦。今日同大家睇呢一個盤咧，大家覺得點咧？呢一個地段咧，確實係一個好優質嘅地段。如果有朋友嚟 KL， 無論係旅遊啊或者考察嘅話，我都 highly recommend 可以住喺呢一個位置，因為確實咧真係非常方便。如果冇車嘅時候咧，行兩步已經有 LRT 站，而且咧隔離已經係 KLCC。仲有行多幾步就已經可以去到 Pemilion 同埋咧十號胡同，可以話係非常之方便。咁呢一個介紹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啦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嚟呢度，唔好唔記得留言、贊好同埋分享啊！每一集我都好努力製作噶，大家要支持一下咯。好啦，再見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屋苑有興趣嘅話，不妨上網再做多啲功課。我嘅介紹就嚟到呢度啦。歡迎大家支持茶煲太太的頻道，喜歡的話給個 like 我們支持一下啦，拜拜。